我做菜是给晨晨还有他妈吃的，所以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，所以菜才好吃，懂了吧？这叫爱。要不我去厨房看看叔叔用不用帮忙？啊，好好好好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说不光是长得像，关键长得帅啊，还这么讨人喜欢。妈，我说你变脸也太快了吧。变什么脸？别胡说。叔叔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你别说，我真的变脸了。花，你说男朋友都来家里了，你这穿的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啊，全是破洞，全是破洞，还全是毛啊！这时尚，时尚什么时尚啊？哎，赶紧去换身衣服啊，换身漂亮的、好看的、有女人味的，把自己打扮得 fashion 一点。这 fashion， 快快快快，把这破洞都堵了。哎，头发，洗手。哎，蓝色的。哦，哎，这是干什么？哦，晨晨平时经常说您做黄烧肉好吃，这不跟您学学，以后做给他吃。哎呀，用小本本记能学会做红烧肉啊？那网上做红烧肉的方法有好几百种呢，都能做得好吃啊？胡扯！我跟你说，我这红烧肉，哎，那可是独门秘籍。哎呀，无论从选材、用料到火候，都是非常有讲究。尤其是这火候啊，那火大了肉老，火轻了肉烂，必须要恰到好处，慢慢的用小火咕嘟出来。恰到好处。而且叔叔再告诉你个秘诀啊，人的情绪会影响你做菜的口味。知道叔叔做菜为什么这么好吃了吗？是每次我做菜的时候都会想啊，我做菜是给晨晨还有他妈吃的，所以这里满满的都是幸福，所以菜才好吃，懂了吧？这叫爱。我记住了。